有没有很爱吃花生豆的姐妹呀、啊？他们家这个链接里好像出现了一个大漏洞啊！你点开那个链接，你看一下最常支出来的那个规格，它是3包250克的10块钱，其他的选项全都是2包250克的9块9，就差了1分钱。咱这给咱发3包，一包是250克，到时候是不是750克一斤装啊？如果说你不介意口味，有香辣的、五香的，还有椒盐的，如果这三个口味你都爱吃，你就排那个选项哦，那个老合适了。这个是香辣的，这个就是一盘的量。这个香辣的是这种去了皮的，然后五香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带皮的。我给咱们倒出来，我就倒一块吧。你看一下这一盘的量，250克差不多就是这些。我觉得如果咱就是喜欢吃花生米的话，你就拍那个选项，那个也太合适了。咱平时线下买这种五香的花生米还要10多块钱一斤呢，像这种的香辣的，我们这里全都卖到20来块钱一斤，特别好吃。这个五香呢一点都不油，它是带一点点皮的啊，因为五香的都带皮，嗯，可好吃了，姐妹们。爱吃花生米的这里你一定要拍，椒盐的也好吃，椒盐那袋被我老公给吃光了，我就没有办法展示了。你看它这个香辣的里面还有这种小的辣椒碎，还有调味料，你直接吃的话就是那种特别有滋味的，可香了。咱平时拿它当个小零食，给老公下酒，或者咱拿它炒菜拌小凉菜都行，主要是这也太合适了。你就不拍那个选项，你就拍这种两袋的，是不是9块9，也比你平时在外边买便宜很多很多啊。就这个必须拿勺吃，可香了。这个香辣的比这个五香的口稍微要重一点点，它上面有一点点这种小盐粒，这个五香的就是那种味道滋味全都沁进去了，咱具体不知道它是咋做的，但是这种呢特香，我就爱吃这个，我老公爱吃这个五香的跟椒盐的，它口轻我口重，但是你看它这个大花生颗粒都可大可大了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，姐妹们。如果你爱吃香辣的，你就单独拍香辣的，这个平时在线下买20来块钱一斤，真的。平时咱们拌个小凉菜，你捏里边一小把，是不是？拌点凉皮，拌点凉拌面都可以，用处可多了。你炒个辣子鸡，你做个宫保鸡丁，品质太好了，全都甄选这种颗粒特别饱满的，主要是价格真合适。就这个我们去炒锅店里边，15、16块钱一斤。还有用塑料袋给你兜着的散称的那种的不好保存，咱们这个有袋的有罐的，咱们要自己吃的话就拍着袋的就行，这上面有自封口，罐的话就是比这个稍微要价钱贵1块2块了，咱们就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就行了。就他们家这链接里边你就随便选啊，哪一个都合适，但是我说的那链接是最合适的，姐妹们，爱吃花生米的姐妹一定搂上两单眼。